那来这宫等八天精彩会书是请大批民众参香，十八号暗时啊，首次盛大施放祈福天灯，为活动带来另外一波高调。来，点火。好，翻。这个天灯呢，除了台北县平溪吼放天灯啦吼，啊应该那伫台湾啦，规模搁较大，可能就是今仔日啦安尼吼。啊，哪来乡啊吼，大家都眼睛往着天空在望吼，应该将近一千粒的天灯祈福啊吼。天灯头头飞上天顶，美丽光影为哪来暗暝家庭光彩。现场民众拢感受到这份温暖，纷纷举头欣赏这个美丽画面，赞叹声不断。叶敬福、蔡逸仙、刘永蔡学，也重要的意义就是讲吼，甲咱家己的心愿，吼，甲咱的愿望啊，写伫天灯内底，吼啊，随着天灯啊吼啊飘向天空，吼直达天庭，吼咱天顶啊吼啊的神啊啊，真紧就会当接收到。哦，咱的愿望。北港精彩职工大会书总共36种小停留的交流，这个会书活动拿来职工等特别依照职工姓名指示，制作好路休息在五准职工公仔，每位进上36由将开始和信众结缘。那五职工就是要演化。让我们五行啊推动整个我们社会和谐，所以我们要发行5000个啊来公仔来结缘给各方啊善信。那来这公等这个环境信党首次举办会书活动，促进交流，唔那传扬这公文化，也展开拿来宗教特色。未来庙方会继续促进交流，丰富这公宗教文化，弘扬四海。记者李嘉森，差不多。